据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称，在乌军进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之后，美国和英国向乌方提供了卫星图像和其他信息，以便乌方侦察俄方增援部队的情况。报道称，在进攻发生几天之后，美国和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卫星图像和关于库尔斯克州的其他信息，以便指挥人员更好地了解俄方增援部队的调遣情况，评估俄方增援部队是否有可能袭击乌军或切断他们返回乌克兰的退路。对此报道，美英和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